夜里有雨，我拿出壁橱，甜甜家住的那栋公寓，看我家正好隔着中央公园，遥遥相望。老师说，因为熊姨叫我去，所以才去。其实什么也没想，仰望高耸的公寓，他家所在的十楼非常高，想必夜景比分外美丽。
绝不夸张。既然只能翘班十分钟，打个电话回来不就可以了吗？美女，你有被我妈吓到吧？她太漂亮了。对呀，因为她有整容啊。哦，难怪我觉得你们长得一点都不像。你有看出来吗？我妈是个男的。可是你刚刚不是叫他妈妈？对呀、啊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叫那样的人叫爸爸吗？那杜明子这个名字呢？假的，他的本名好像叫琼斯。那是谁把你生下来的？那个人啊，本来是个男的，他非常年轻的时候，那个人结过婚。妻子就是我们真正的母亲。那你母亲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也不记得了。据说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。有照片，你要看吗？很怪的人吧？刚才出现的惠梨子，小时候。因为某些缘故，就被照片上这个妈妈家里收养了。据说他们两个人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的。即便啊，在惠梨子当男人的时候，他也长得很俊俏，所以好像很有女人缘。可是啊，不知怎么了，却看上了这个长相奇怪的妈妈。据说惠梨子对我这个妈妈。相当的执着，后来他就不顾养育之恩，亲手私奔了。等这个妈妈死了以后，惠梨子就辞去了工作，抱着还很幼小的我，思考今后该何去何从。据说惠梨子就决定做女人了。惠梨子说，因为他自己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了。变成女人之前，他是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哦。那个人啊，他最讨厌半吊子的作风了，所以从脸到其他身体全部都摸做了手术。之后他就用剩下的钱开了一间那样的酒吧，把我抚养长大。这样应该也算是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拉拔长大吧。超厉害的医生，大概活着吧。也是吧。我明天早上还有事情，早点睡。如果你有需要什么东西，尽管用。你睡这张沙发可以吗？这张沙发很舒服，很软，很厚也很宽。是你妈在家这件事做一下，这件是一定要买下来的吧？你说对了，那个人啊，他向来只靠直觉，可以这样子活着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真的，这张沙发暂时就属于你的了，东西能派上用场，真是太好了。我真的可以睡在这里。我先去睡喽，晚安。晚安。深夜一点，我也困了。用别人家的莲蓬头淋浴，在热水中让疲惫逐渐消除，换上借用的睡衣出来，走到悄然无声的房间，打赤脚就去厨房绕了一圈。果然是个好厨房。然后。我走到今晚将作为卧榻的那张沙发，关灯，坐地窗前那些植物很安静地呼吸着，夜色在饱含湿气的透明大气中闪闪发亮。
或许我一直在期待的，不过是一张能够让我暂时忘记过去与未来的卧榻。现在有厨房，有植物，同一个屋檐下还有人，万籁俱寂，太完美了。重点是偶尔要帮我煮点粥哦，你煮的比熊你好吃多了。